拿下了2024年多哈世锦赛的首金。哦，唐坚婷漂亮，拿下了女子100米花泳的金牌。最后的冲刺，最后的道别，谭展乐世界冠军。还有最后的5米，董志豪已经变成了第一。也是第一次拿到我的单项金牌，所以还是比较激动的。然后也是颁完奖以后，从零开始继续努力备战巴黎奥运会。我其实赛前有准备，我也跟教练讲，我说这次比赛，就今天这个状态可能会有惊喜。抖音。